都係喺兩個嘅女警員協助之下咧，係自行咧係步向警車。咁咧同其他人嘅程序都係一樣嘅咯喎，應該係。係啊，冇錯。其實因為部分嘅示威者咧都願意落地行咧，就唔需要由呢一個四名嘅示威者咧。係即係唔需要由四名嘅警員咧係抬嚟現場啦。咁只要由兩名嘅警員咧係扶住佢雙手啦，咁然後帶到去警車。警方清理中環同金鐘佔領區，堵塞咗兩個半月嘅下角道，即將恢復通車。多個泛民同學聯成員拒絕自行離開，被警方拘捕。他们手翘手瞓咗喺地下，警方先拘捕第一排人士，包括多名学联同埋学民思潮嘅成员，部分人要抬走。公民抗命，无畏无惧，无畏无惧。警方拉在场人士之前都会先警戒，同时都拍摄过程，不排除日后作为证据追究法律责任。其他人逐一被捕，包括文化监部的成员何韵诗。要登记身份资料和被搜身，决定留守等候被捕的清早开始已经聚集在解放军总部对开的一段下角道。警方下午四点几宣布拘捕行动。警方已经发出了多次警告，要求你们离开。现在警方将会采取拘捕行动。留守的人手拉住手，并且瞓低。学联同学民思潮的代表坐在最前线，他们都拒绝自行走上警车。学联常委钟耀华、罗冠聪有几名的警员抬上警车。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普选。还有社运新面孔、歌手何韵诗、音乐人周博贤，以及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宝松。坐在学生后面的就有一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他们都是自行走上警车。多名泛民主派议员，包括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何俊仁、公民党梁家杰、毛孟静、人民力量陈伟业和陈志全等都被拘捕，他们全部上警车。警方说已经预留全港的警署扣留他们。学联陈傲辉和学民思潮黄之锋早前说正在保释期间，不会站在最前线被拘捕。而学联的梁丽国亦都说要做支援后勤的工作，不会被捕。Now TV 记者戴祖仪。占领运动持续至今75日，警方亦都宣布在呢日嘅朝早9点进行清场。咁大批市民在清场之前咧，依然在金钟嘅现场留守，当中仲包括何韵诗同黄耀明。身兼文化监部发起人嘅何韵诗喺朝早8点到达金钟下角道，而黄耀明亦都喺前一晚凌晨时分就开始留守。除咗两个人之外，导演舒淇更加身穿学术袍，同市民影相，见证行动嘅最后一刻。下司到达之后，先留守喺文化监部的大本营，同成员一起吃饭盒，之后就转移到封锁线外围的位置，同学生坐在前线监察住警方的清场行动。面对占领行动的最后一日，一直全程投入于运动中的阿斯和明哥，心情反而就很平静了。我觉得同埋几坦然咯，即可能之前都会仲会去考虑下，或者究竟自己的位置是在哪里，但系即坐下嚟咁就唔使再谂啦，即咁就去迎接咯，即佢有啲咩发生咁咪去接住咯。唔会觉得今次是一个结束嚟？咁当然唔系一个结束啦，我哋冇当过呢个结束，
嚇，唔可以咁樣結束係嘛？嚇，我哋有好多嘢都未爭取到嚇。但自從有藝人參與佔領行動以嚟，就屢次傳出參與藝人遭到封殺，影響工作。鄧亞斯一於都好少理，家人同公司亦都冇表示反對。我屋企人又好，佢比我更坦然啊！即係我冇去同佢講之前，佢哋都冇人問過我。咁甚至到我去講，佢都係好淡淡然咁啊 ，OK 啦，即係小心安全咁就得啦。咁公司我冇特別去知會嘅，因為我覺得呢個係我作為一個公民，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去做嘅一件事，咁同我嘅歌手嘅身份其實唔係太有直接嘅關係咯。喺下晝五點，何韻詩同周柏賢依然留守喺金鐘，堅持到最後一刻，同佔領人士坐喺地下上面靜坐，面對警方執法。最终由警员押送上车，成为第一个因为参加社运而被捕的女歌手。我先想问一下，即系你决定系咪决定被捕噶啦？而家喺坐喺度嘅话，都咁咯，系咯，同埋即系有文化界有边几个会一齐参与？其实文化界冇做，就以为阿周柏贤啦，系何志军老师。因為我哋其實都覺得需要一啲其他人嚟留守做啲後面嘅工作，咁所以明哥喺附近嘅，咁但係佢就唔做。其他嘅工作係包括啲，即係我覺得要更多前線嘅學生啊，或者被冒咗嘅，我以為其實都需要啲人。喂，小心啊，媽咪！咁你覺得即係完成呢一個公民抗命，可能被捕係一個最後嘅一環咧？咁個意思係邊度？你覺得被捕嗰個意思係咩？首先，其實我自己個人嘅立場就係，即係由一開始我係我講咗啦，講咗話我會不生不息嘅運動嘅，想超越嘅實質，即係我覺得我可能睇住佢哋自己去咁樣去坐喺前線，咁跟住我。你見到我著住樸順圖，咁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嘅責任。有好多個著住樸順圖。咁當然，作為一個公民，其實即係學者參與呢件事，今日都出咗嚟，都係希望引起公眾對於呢一啲我哋講嘅問題、體制上面嘅不公平，即係大家引起呢個關注咯。咁所以喺你哋當中好多係年輕人，意思就係即係喺大學大專裏面讀緊書嘅學生，即係唔係去作為你哋老師犯緊罪嘅呢方法，我哋引以為傲。去引起大家去對呢啲咁樣嘅事情，所以去履行呢個責任。我起噶。學聯都話咧，即使咧嗰個佔領結束咗咧，學生咧都會咧係繼續抗爭，包括咧就係喺政改方案出爐嘅時候咧，向政府係施加更大嘅壓力。咁都有咧向傳媒咧講過咧，係有幾個嘅方向，好似咧就係喺官員落區嘅時候會有啲野貓式嘅行動啦，包抄一啲嘅官員啦。同埋期望就是泛民在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表決的時候在議會裏面拉布，同埋學聯都會繼續宣揚有關於不合作運動的理念。他哋話清場完結咗之後就不代表整個嘅公民抗命的行動或者不合作運動咧係嚟到一個終結嘅。咁啊，在場嘅警員啦，咁佢哋繼續咧都係進行緊一個拘捕行動。咁佢首先咧都會咧就係希望咧呢啲嘅留守人士可以咧自己咧係起身。如果佢哋咧就係冇自己咧係可以起身嘅話咧，就會將佢扶起，然後咧係抬走。
但係都冇見到咧話警方需要出動到膠索帶啊，又或者係其他嘅裝備咧，去拘捕呢一啲嘅留守人士嘅。拘捕行動展開以嚟咧，都冇睇到咧話有一啲嘅需要用到武力啊，或者係有啲乜嘢嘅肢體碰撞嘅情況發生。咁而留喺度咧，被捕等候被捕嘅啦，都有咧香港嘅歌手何韻詩。咁佢咧其實喺成個佔領行動啦展開以嚟咧，都不時咧就會嚟到咧金鐘佔領區呢一度咧，就係上台咧打氣同埋咧發表講話，同埋咧就係支持一班咧在場嘅佔領人士噶。咁佢今次咧都係咧陪住一班嘅留守人士咧，去到最後一刻等候被捕。佢話咧都係要咧體現咧公民抗命嘅精神。咁而家咧見到咧有一名嘅女警咧係嘗試咧將佢咧就係移離現場啦。首先咧就係鬆開佢啲手腳先，咁可以睇到何韻詩咧都係冇反抗噶。而警方咧喺鬆開佢嘅手嘅時候咧都冇話咧係需要咧鬥力啊或者好吃力。咁而何韻詩咧都肯啦，警方扶起之後咧都自己起身，冇需要咧警方係抬起佢。究竟咧呢一班嘅留守人士被拘捕之後咧，會帶去邊一個地方？個程序係點咧？暫時咧未話係好清楚咁掌握到。何韻詩站中被捕獲釋，王金搞葉韻儀回去帶小孩。我要真普水，我要真普水。香港歌手何韵诗正被警察架走啦，不只是他啦，连黎晶也被带走啦。他们和争取真普选的民众一起坚守金钟，到最后昨天下午4点多被警方清场逮捕，直到隔天清晨5点才释放。何韵诗已经超过24小时没有合眼啦。我相信你演一五年真的要我哋真普真普选或者我哋在香港占领运动75天来，他都跟香港公民站在一起。总要记得坐下时就有我，抬头就有你撑着。我有看到啊，他回到家就上脸书报平安，说和学生集体拒绝保释，结果12小时后成功争取到无条件释放。嘿啊，他还呼吁警方要一视同仁，尽快将拘留的其他人无条件释放。不愧是香港女儿的徒弟哦，但也有人挺港警啦。谁呀？不就是青中的导演王晶？他看叶韵仪脸书贴文批警察不专业，清场还拍照留念，就在微博上炮轰啊！饕餮警队根本是无私兼冷血，还搞叶韵仪，不懂就会带小孩啊！结果被不少网友搞啦，标准汉奸呢、啊？只够拍3集片，苹果与浪赖，王八蛋！你叫我报道，收火，收火。系吧？失望，做咗咁多嘢啲学生，饭都唔食，都绝食，为乜嘢啊？系嘛？24小时唔系去斗争，瞓又冇得瞓，食又冇得食，学又翻唔到。我想啲学生翻学，我唔想系瞓坐喺度，瞓喺呢度，我觉得好难过。Students.Saying they've done so much for her in Hong Kong. About an hour later, officers began moving in. Some walked up the flyover on Connaught Road Central to remove protesters' tents, many of which were empty. They also took down structures set up by the demonstrators.Other officers dismantled the barricades that had blocked the roads. A group of people staged a sit-in protest, insisting on resisting in a non-violent way till the end as part of their civil disobedience action. If the government decides to keep pushing a fake proposal and sell it to Hong Kong people, civil disobedience action
will be repeatedly happen in Hong Kong because we would not choose to cooperate with an unauthorized government. After giving repeated warnings for protesters to leave, the police announced shortly after 4 p.m. they would start arresting them. One by one, the protesters were either led or carried away by police. Officers searched each demonstrator and recorded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before sending them onto police vans. Those remaining kept their arms linked as they continued chanting slogans calling for universal suffrage. Those arrested included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 current pan-democratic lawmakers, and former pro-democracy legislators. Others taken into custody included mixed media chairman Jimmy Lai and singer Denise Ho.